将会是一场神仙打架。 CODM S2 赛季即将到来，这也是继 Q 区 V 区合并之后的第一个新赛季。我已经想象到赛季初是多么难打了，高端局神仙打架，低端局鱼龙混杂。那这一次的赛季初排行榜应该是最有含金量的一次，战神、传奇、白榜都会段位重置到钻石五，这么一大堆人在一个匹配池里边，有实力的玩家可要证明一下自己。还有这个版本我一点也不想多待了，目前距离白榜还有1400分，单排六匹是真的坐牢。那一步登天预约新赛季战神、白榜甚至榜一认准老鹰的 YY 俱乐部，在这里你会体验到天花板玩家的技术以及效率。关于 CODM 的找我们就对了。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提一个醒，2024赛年也是会给传说级武器的，兄弟们要记得每个赛季完成任务哦。